the bed, and I'm tired of waiting. Waiting here in line, hoping that I'll find what I've been chasing.真的哦，我们是海静香的，嗯，还真的说法不一样。还有那个胖虎，对啊，我们叫做季安啊，你们不是叫胖虎的，对的，叫另外一个名字。那你们叫大熊，应该还是大熊吧？大熊好像叫什么，我忘了呀。但是反正不是大熊吧？哦，忘了忘了。天哪！好了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是。去到了当地，真的你能够感受到一句话叫做什么，叫做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就是一个物产丰饶到让你非常非常惊讶的地方。